大一点，大呀！我操，小朋友好危险！ 熊猫，你怎么这么能睡呀？家里的门都被你破光了，因为我叫毛毛，当然要多喝奶了。那我叫。
有个怪兽在外面释放毒气。我感觉头好晕啊！小孩，是我的毒气，你从地上吃到毒气，我不相信，于是你们吃了毒气，才迷信的。小朋友，你要挺住呀！猫咪能量可以暂时保护你。不好，这个毒气太上头了，越来越头晕了呀！哇！这么麻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，真丑！哈，是电脑。还有我，最凶。你们俩不是一起的？我不是你儿子吗？妈妈教父。哇，妈妈的脑就是好看。耶耶！啊啊！这怪兽嘴巴好臭呀！我感觉身体越来越麻了，我动不了了，好难受啊！鸡哥。猫咪宇宙光线，熊猫光线，再见，再见。妈妈，你试试这个。我不要打针啊，真是大惊小怪。这是我做的果汁啊，哈哈，果汁味汉堡。小朋友，你捡到汉堡了？那你怎么吃的？你们还不小心，就把手放在这里，我得救你们一下。小朋友，外面很危险，赶快回家吧，我会给你们加油的。再见。这个汤是吃的吗？